所以即将在八月份，你在台湾就会办一个国际的这个比赛，就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们，他们要在同一个竞技场，然后做你们今天做的事情。所以你们今天做的是迷你版，他们那个正式比赛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个比较大的版本，然后很酷。所以我们也欢迎今天有参加这场假日科学广场的这个活动的小朋友，以后你升上国中，最小国小就可以参加比赛，国小然后到国中，你有兴趣都可以参加我们陈老师办的这个机关王的竞赛，好，是全球的国际哦。好，那。而我们透过机关网这一个竞赛活动，把各个的方块组合在一起，使得学生呢在学习设计一个系统，而不是设计一个元件。好，我想这是目前在机关网比赛我们很强调的一个部分。那今天呢，我要来在这边跟大家来，我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有玩过机关网的，有没有？一个，好，你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小布叫你放下来了，不管你的事。好，哇，还蛮多，可以。那现在几乎我们每一组都有小朋友，好，我看到了，都有小朋友有玩过，那代表等一下你都可以担任我的小助教咯，对不对？有没有问题？哎，我看很大的问题哦，可能是没有回答，那没关系。那你们有问题，我们安排了大助教，好不好？好，等一下大助教带着小助教，然后跟大家一起来玩哈。那现在我们请那个大助教们，是不是先把那个零件呢先弄上来？对，好。好，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机关网的一个组装哈，就用到了几样东西哈，我一一的跟大家介绍。来，工具的部分呢，我们先介绍里面有一只扳手。好，大家来看一下，有一只扳手。好，有一个扳手呢，大家看一下，好像一个独木舟啊。好，来，我们切过来一下哈。好，哎，切不过来，没关系。来，我们看一下那个上面也可以看得到哈，这一个扳手。那大家看到哈，扳手一边比较小，一边比较大哈。这是塑胶扳手，也是让小朋友玩的时候不会受伤，因为它就是塑胶的制品哈。那我们现在先练习一下怎么使用这个扳手，好不好？好。那这边呢有我们的插销哈，红色的这一些我们都叫做红豆，好，红豆呢是我们的插销。那插销呢用手把它压进去，可是你要换掉的时候呢，来，我们请助教来示范一下。怎么用这一个工具？当然你可以用手了哈，力气不够的我们用这个工具。好，大家看到这一边呢，我们是用杠杆原理哈，用杠杆原理，哎，可以哈，哎，来，他会调，好，就这样子，好，然后轻轻的呢往下一压，好，你就看到起来了。那你如果说呢用手的话，你会发现相当的用力哈，要相当的用力。好，所以我们每一组都有一个设备哈，都有一个设备。好，可以了吗？可以哈。好，只要把红豆好放到基板上面，好，你很容易压，可是用手呢很难拿起来，对不对？好，就用我们的小扳手。那我们整个的关卡的设计，只用到这一样工具就好了，只用到扳手就已经搞定一切的事情了哈。好，来，我们切回投影片。好，来，我们看一下哈。好，我们第一个关卡呢，就弄最难的关卡给大家玩，最难的会玩哈，之后就比较没有问题哈。我们第一个要玩的是气压水动模组，好，气压水动模组。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材料。好，这个是我们的整个关卡的完整的一个示意哈，来，所用到的材料哈，大家看一下哈，这边有储水桶、气压瓶，还有打气筒，还有水车马达，好，还有水路的开关，还有塑胶管，好，底板，还有啊链条、积木，好，各种的积木。好，我们现在注意哦，等一下要看着这一个投影片上面哦，好，来。好，第一个呢，我们先把这一个水车马达呢跟我们的水路的开关呢要先把它做好。
大家看一下哈，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水车的马达哈，这是水车的马达，大家可以因为这上面跟我手上拿的是一样，所以可以你们可以看得到。好，来我们先来切到那个助教这边，来我们切到这一个助教这边，让他示范一遍给大家看一下水车马达要怎么组装。来一下，好，好，找得好。喂，大家好。那下一步的时候，我们要开始组装这个水车的马达。那在我们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要会在水车马达后面有两个洞。那各位可以跟着我一起组起来。那两个洞，然后我们需要两个的方形的方积木，要两个圆弧形的积木。好，那圆弧形积木后面是有凹槽的。那我们把凹槽接到这个洞上面去。好，那下一步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凹槽，有凸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凹的洞，我们再把它接下去。好，那接完以后就会发现最下面有两个洞，那我们先把第一个部分这个地方完成。那这个是水车马达的部分，下一个是我们要开始做这个开关，开关也一样，我们把这个把它接起来，让两个这个凹的地方拱出来，两个，然后下一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直接压下去，先这样，所以现在是要先把这两个完成起来。好，我们那个各组哈，我们各组都要完成哦哈。那请你们那个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不是团体吵架的精神啊，大家互相来讲一讲怎么来做啊。好，已经完成的组别请举手。好，一组、两组、三组、四组、五组。好，才五组哦，还有一半哦。好，加油。六组，七组，好，再加油。好，举起来就放下来了，小妹妹。好，好了，我看到了。完成的举手，还有一组，来A组的助教，A组的助教来帮忙一下，他还没完成。啊，我说还没有完成的举手。好，都完成了，好，我们进行下一个步骤。请。下一页，好，下一页呢，我们就要开始来组装我们的气压那个棒骨啊，气压棒骨。好，气压棒骨呢，总共有，来看一下哈，这是蓄压阀，这是蓄压器，啊，这蓄压器，啊，这个是我们等一下有水哈，会储存在这一边，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气压的 piston 啊，我们的活塞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水管，啊，现在请助教呢来跟大家讲，这个部分比较困难哦，要注意听哦，因为水管不能接错啊，接错了，等一下呢，本来是要跑水的变成跑空气，跑空气的变跑水，然后到时候呢，你要慢慢擦桌子哦，好不好？好，来，我们切过来。好，那接下来小朋友大家要注意听哦，因为这部分会比较困难一些。我等一下再叫你玩啊，你现在在负责。看一下这边，我手上有两包的水管，一般是一个是比较粗的，一个是比较细的。那首先不管，我们先把这两包剪开，我们会用到这两个。
做好，你要做好，我也跟你一起做好。好，这一条比较粗的，那我们先对比较粗的这个地方动手。好，那这个是这个是那个储水的装置，那我们要在里面装一条水粗的，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先打开。好，我们量一条大概比这个跟它长度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再多一点点没有关系，这样子的长度我们把它剪掉，我们留到一条这样子的长度。我们把杯盖拿出来以后，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个洞，里面有个洞，我们把这个水管呢穿到这个洞里面，这样子穿进去以后，我们把它盖回来。好，那这个的时候各位看一下，水管应该会至少一定要碰到那个底部的一个位置，哎呀，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是第一个步骤。你来讲，你来讲啊，好，你来解释科学原理。核心是下颌沿中，哎呀，哪个都有，真的哈，没有没事，继续。好，第二个步骤是我们要让剩下的粗的水管要三等份，其实你要分多一点也没关系啊。对，大概分成三等份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它剪断。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三条长度。太长了，太长了，太长了，来多一公分就好了，多一公分。好，这个好了以后，我们放在旁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会有一根比较细的。对，要剪断。有根比较细的，比较细的，把它二等份。好，我们得到一个比较细的，我们先暂时做到这边，然后好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下一个步骤。好，刚刚把那个管子切到要求的部分了没？好了，好。所以你这时候呢，应该有三根一样长的粗的管子，两根一样长的细的管子，还有一根粗的短的管子。好，没有完成的请举手。哇，大家注意，我这边还有，来，来，大助教协助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看上面这组装步骤哦，要看清楚哦。好，看到这四样东西了，对不对？我们要开始去组装哦。好，来，好，第一个呢，我们先从蓄水瓶，好，连接一个。那你来讲。好。好，那接下来部分是由我来讲一下这个部分要怎么把它组起来。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投影片上面的一个，就是一个图示。我们一开始要先从蓄水瓶，就是这个东西，拿一条粗的线，刚刚剪的三等份的其中一条粗的，我们装最中间的那一个，最中间的把它装上去。那你可能站起来，因为它现在有。对，这个是蓄水瓶，最中间的这个洞，最中间的这个洞呢。好，最中间的洞，我们把它装进去。可以吗？好，装进去以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打气筒。那我们打气筒有两个输入口，我们装上面的那一个。
好，务必把它装牢固，就像这样。好，要把它塞紧哦，哈，要把它塞紧啊。因为你不塞紧的话，等一下打气压进去的时候呢，就会崩出来哦。对，没错。好，下一步我们要装第二条，我们一样再拿粗的水管出来。第二条粗的水管，好，第二条粗的水管把它拿出来。好，我们插另外一个洞下去。对，一样，也请各位把它装到这里面。好，那下一步是我要请各位去请你们的材料箱找到这个非常小的元件，黄色的，这个东西我们叫它小袋子，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保护阀。保护阀我们要装到这个水管里面。滑下去了。对，粗的保护阀。找好了以后，我们要把它锁上去。确定可以锁上去，锁完以后我们可以拉拉看这条线，看它会不会掉。如果这个不会掉的话，那就恭喜，那这个地方就是装对。我们先把第一个跟第二个把它串起来，先完成到现在的这个阶段。这个没有，它没有。好了以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骤。朱老师插嘴一下，来。那个完成的那一组，我点名，然后你就把你的作品拿起来，让我们陈老师看。哦，真的完成了。好，来第一组，不是举手，拿起来给我们看。好耶，第二组，好耶，第三组，来作品拿高给陈老师看，好，很棒。第四组，第三组怎么自己都先接一个？哦耶，第三组超前的。好，五六组，好耶，好来第七组，啊棒，第八组。好耶，第九，拿高给陈老师看，来到你们几个，有啊，第十，对，耶，棒，十一，好，十一还在努力，我们再看一下，十二也完成了，十二怎么只看到筒子，国三呢？国三，哦，拿起来了，好，看到了，哦，弟弟拿了，好，我们十一组请助教帮忙一下，所以已经完成了。我们助教帮他们把进度赶上，陈老师继续。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要把这一个蓄水的这一个那个蓄压的这一个罐子呢，好，跟我们的活塞要做组合。那我们看助教这一边的示范。好，那下一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蓄水瓶气压瓶把它拿出来。那各位可以注意到，气压瓶有两个出入口，一个是比较小的，一个是比较大的。我们把比较大的那个地方转开，我们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元件出来。这个元件。好，刚刚的打气筒呢？打气筒我们有一条还没接的线嘛，我们把这个东西先穿到这个打气筒刚刚的这个线以后，然后接下来一样，我们把它塞进去。一样，这个地方塞的地方要塞的确实。好，塞上去以后，我们再把这个锁上去。好，锁到底以后，我们测试一下，我们用力拉一拉，看这个地方会不会掉。如果不会掉的话，代表这个地方先完成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换到另外一边，另外一边是比较细的，比较小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拿其中一条细的这个水管，我们把这个水管把它接上去以后，一样接上去以后，我们再把这个穿上去，穿上去我们一样把它锁起来。好，你要再拉一拉测试看看会不会掉了，没有穿好。你要穿到底，不要这样。好，拉一下看会不会掉。好，不会掉代表完成了。好，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完成到这个程度，然后接下来会来做下一步的步骤。好，
我们刚刚呢把蓄压瓶呢，蓄压瓶等一下打气的部分哈、哦，在活塞打气的部分要经过蓄压瓶来蓄压，好、哦，等一下来这一个推动我们的那个水压马达。那这个部分呢，请因为比较复杂一些，有粗的管子跟细的管子，好、啊，同时要在蓄压瓶上面来做连接，啊。连接完的时候，请再一次确认一下你的这一个管子的螺丝的话，有把它锁紧了，然后用手来拉一拉，不要，当然不要拉太用力哈、啊，稍微用一下力，嘿，它不会掉出来。那就比较保险一些，好、啊，等一下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就不会出问题。好，可以吗？好，来，好，刚刚那个朱主任教我的，来，第一组好了没？来，第一组，好啊，都三样东西都串在一起了。好，来第二组，三样东西串在一起没？还没。好，第三组，哇，第三组好了。第四组，好，第四组也好了。第五、第六组，好好，哎，有，哎，火塞为什么没看到？好，有，哇，已经把马达都接上去了。好，来第七组，哇，好，第八组。第九组，好，第十组，第十一组，哇，十一组这次果然赶上来了，很棒。好，第十二组，好，那第二组好了没？好了，好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好，进行下一个步骤。好，最后一个步骤我们要一气呵成完成这个的所有的一个全路的组件。好，所以接下来刚刚的还没装完的一个细的水管，一样我们塞个火塞，塞个保护阀进去。好了以后，我们把这个刚刚装的这个开关，黑色的开关拿过来以后，我们把它接到有个透明的白色的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水管里面，把它塞进去。一样，我们把保护阀装上去。一样，我们拉拉看会不会掉，不会掉就好。好，最后接下来我们拿一条细的水管，那把开关的另外一端呢，把它接起来，接起来，一样务必要把它插到最里面。好，另外一端我们要接到哪个？我们要接到这颗马达，马达的上面有个比较细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插进去。好，插进去，最后呢，我们再把我们之后应该还会有剩下最后一根的粗的水管，粗的水管呢，请把它接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把马达的另外一个比较粗的洞一样把它接上去，那个地方会有一点点的紧，把它接上去。另外一端呢，我们接到瓶子的，这边旁边有两个比较粗的洞，任选一个都可以把它接上去。好了以后，接下来各位就可以发现呢，这五个元件它已经构成一个循环了。对，五个元件它会构成一个循环。好，那构成一个循环以后，我们检查一下开关，它是一个水平的状态。开关是一个水平的状态，这个叫做关闭的。我们开始对这个，我们用这个打气筒开始打气，大概打的不用太多，二十下就可以了。我们做个简单的测试。水先不要加进去，谢谢。好，现在呢，单纯就是打气啊，不要加水啊，打气就好了。好，这时候呢，你手可以摸一摸这一个啊气压缸、气压瓶啊，这个气压瓶变得很硬啊，有没有变得很硬？有哈、啊，那就代表气压呢都已经挤在里面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们把这个开关呢打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达很像会转动。好，把开关打开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气压马达呢就开始转动了？哇，我听到好吵的声音了，代表大家都把它做成功了。
们接下来呢，好，那各组都已经完成了。那现在我们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这五个元件在那边弄来弄去很麻烦，对不对？每个人手上都要帮忙拿着一个，才太麻烦了。现在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五个气压元件呢放在我们的基板上面，让它成为一个系统，对不对？让它成为一个系统。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把这五个元件呢组装在我们的基板上面。好，请助教。好，那下一步其实很简单，我们要把这个元件呢装到我们的基板。所以各位可以请拿一下，因为这里面材料上有这种塑胶的大型的灰色的这种平板，我们拿一片出来就够了。好，我们从最大的元件装起来，所以从这个先装。那我自己的习惯是先把它放到旁边去。好，这边注意一下，各位会发现塑胶的这个平板两面不一样，有面有凸起来的，有面是平的。我们让平的在上面，凸的朝下面。好，小朋友要注意听这边讲哦，哈，要注意听这边讲。好，我再重复一次。好。朱老师又要插嘴啦，大家实在太兴奋了，所以都忘记我们的饼干助教要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那失败怎么办？所以我们来讲一个通关秘密，好不好？朱老师一喊一二三，你们就要喊机关王，好不好？来练习一遍哦，小朋友知道要喊什么哦？预备，开始喽！一二三，机关王。好，不整齐，再来一次，一二三，机关王。喊完这个我们的通关密语之后，你要安静喽，要听饼干助教讲喽。不然他你做错的话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拿奖品哎，奖品很好呢，很大一盒哦，想不想要？想。好，那一二三，机关王。这次 miss 掉了，再一次，一二三，机关王。好，来，所以现在开始哦，来这个一二三，来这个一二三结束之后，就要听我们饼干助教说话喽。预备，一二三，机关王。好，来，饼干助教，请。好，那好，那下一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呢，储水的这个装置，要把它装到这个底板上面。装在哪里没有关系，重点是把它装上去。好，下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依照它的这个，我们要装第二个大盒，就是这个东西，把它装上去。好，下一步的时候，我们要装这个我们装这个马达上去。对，我们把它装在这个位置上。那剩下最后一个空间呢，我们要把这两个装上去。好，开关跟这个把它放上去。开关以及这个氩气筒把它放上去。好，那我们把这个线路大概再把它绕一下，重点就是不要让它这个线有掉出来的这样。好。好，那我们把它全部都起，就是全部装在这个底板了以后，那接下来下一步的时候，装好了以后，我们要开，我们先等大家都装好了，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测试，一下子会比较愉快。好，来，我从最后一组开始问好了，第十二组装好了没？还没。第十一组，好，举起来我看看。原来还求好心切。好，第十组，哇，第十组好了。好，第九组好了没？哇，第九组也好了。好，第八组也好了，来我看一看。好，很棒。第七组，哦，第七组会重新组装的。好，第六组，好，很棒。第四组，好，第四组还在努力。好，第三组，哇，第三组也好了。第二组，好，第二组好了。第一组，第一组好了没？好，第一组也好了，很棒。好，
那我们第四组加油哦，不要一直在那边打气哦，哈、哦，气打完以后把它装在一起。好，那第四组也好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下一个步骤了。来，同样的，一二三。啊，这么快就忘了，等一下我们奖品都可以收起来了哈、哦。来，一二三。请饼干助教继续。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个活动。嗯，我们要首先准备一瓶的水。好，这个地方是刚刚的一个储水口，我们要把它打开。好，打开以后，我们要装。一个水量，水量是多少？大概是这个杯子的三分之一，不要多也不要少。好，倒水就好，不要倒汽水哦。汽水是喝的哦，不要放进去哦。对，如果放进去会怎样？哎，我们等一下试看看好不好？哎、不行啦。好，那。看一下这边，这边我们倒了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水，那我们要用这个打气筒呢，我们要好，我们有请这个小小助教来帮我们的各位可以发现这边的水已经被打到这个水里面了。气压的时候呢，没有水的时候要费力很多，对不对？这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午到底有没有吃午饭哦。啊、哦，没有吃午饭的就打不动哦。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把它，看一下这边喽，一二三，来来注意哦，来先注意看一下，来注意看一下投影幕，好，先注意看一下投影幕。好，看看神奇的事情要发生了。好，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要把开关按下去喽。好，哎，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地方开始转了？开始转的时间好像比刚刚长一些哦。是不是？刚刚呢气压的时候，熟一下就结束了，对不对？哎，这时候呢，你看到没有？有水的时候呢，它就会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是不是？一直到水没有的时候。它还在转呢，有没有？为什么还在转呢？为什么？来，你说。因为水一直在转，然后那个空气在转。哎呀，你才太厉害了，你一定是爱迪生第二哎。哦，因为水转完以后，后面还有气，对不对？啊、哦，气压的部分继续转，那等到气压呢也不够的时候才停止。好，那这时候呢，大家赶快来做一做这一个神奇的水力发电机哦。好，我想呢，刚刚大家呢。辛苦的把我们最困难的关卡给完成了，我们的水力发电机，啊、哦，我想一开始让大家玩最困难的呢，就是一下子呢就能够凝聚大家团队合作的意识，啊、哦，能够把这个部分完成，我们接下来的就很简单了，啊、哦，好，做好的呢，好，我们就现在先把它放在一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关卡。我们接下来呢，要开始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关卡咯。啊，可以了吗？都可以了，那就把它放在旁边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关卡。好，第二个关卡呢，我们要开始制作齿轮箱。好，来。
来，我问一下哦，我问一下这一边的那个小朋友哦，齿轮是拿来做什么的啊？动力。啊？动力。动力。齿轮是动力。啊？让磁通转动。时钟啊，抱歉，时钟转动来。带动机器转动，传送能量。哇，你是哪一个国小的啦、啊？哇塞，你那个小助教，你以后转学去他们那个国小，哦，太厉害了，这讲的非常专业的术语嘞哈、哦，它是能量的一个传递哈、哦。好，来，我们接下来呢，来做一下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一个完整的一个齿轮的组合哈、哦。齿轮它不但传递能量，而且它可以改变转速，可以改变扭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要用的元件呢有这么多，没关系，你现在先不用找，等一下饼干助教在示范的时候呢，你们一个一个的找出来就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啊，那步骤的部分我先讲哈、啊，会有一个基板啊，然后呢会有两个积木。好、啊，我看这样讲太慢了，我们还是从饼干助教这边直接来讲好，来接过来哈。小助教你又没事情做了，来去当扳手，来。这个没事。好。我们两边看得到就好。那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下一步骤喽。首先呢，一开始我们先装，把这个装在底板上面，一样。各位的底板请注意，要它的那个有凸起来的要朝下。我们底板装上去以后呢，我们中间空这个洞，我们再把这个装上去。注意一下，我们用的这个尺寸是比较小的长方形。那各位的尺寸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长方形，跟一个比较小的长方形。我们用比较小的那个，我把这个先装起来，先把它装上去。坐这边，你的小助教。好，下一步我们准备两条，两个的黑色的那个长方架，黑色的十字轴，以及帮我加一下，谢谢。好。两颗的小马达，对，两颗的小齿轮。以及两个的大齿轮，那我们先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好，准备好了以后做完后，我们再继续看一个步骤。好，那完成以后，我们要进行下一步的动作。我们从第五个洞，从上面切下来第五个洞。第五个洞我们把它穿进去。好，穿进去以后我们把第二个小的红色的先把它穿进去。穿进去以后，再穿进去以后，接下来我们再穿一个黄色的大齿轮。这边穿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齿轮一个两边都是朝外面，这也就是说他们这两个齿轮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方向不一样。好了以后我们把它放到这里面，这样子把它带进去。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拿一个这边一个都
它固定住。来，再给你一次机会，一二三，有啊，这次很棒。刚刚助教有一点小失误，他中午没吃饭，所以错了，他插到第四个洞，所以他刚现在正在修正，他就把它转回第五个洞。所以如果你刚刚是插第五个洞是正确的哦，你不用换过来，跟助教一样是第四个洞哈、哦。助教动作很快，已经换回来第五个洞了，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来。好，那一样，我们把这个第下面的灰尘可能先把它装起来，最后的地方我们装个小的裂痕把它装上去，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装的时候它应该可以到很快。好，接下来我们要再讲第二层，也是比较重要的部分喽。好，一二三。哎呀，再一次，一二三。好，那好了以后，我们要开始装上面的部分。好，一样，我们是从这边从这个方向装到这个方向，上面的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方向这样子装过来，是装最下面这个洞的。一样，我们在装的时候要靠两个齿轮，下面的齿轮是朝外面，上面的齿轮是朝里面，两个方向是不一样的。最后一步骤，我们再把这个外面的这个装起来。好，先把它端到这样，位置我们先不调整，我们等一下再开始进行。那请各位先把这个地方先把它装好。好，上下两组的齿轮，好，上下两组的齿轮都是一大一小，好，都是一大一小。好，大家都组好了没？好，在齿轮的那一个插销哈，要对到齿轮的这个洞的时候呢，啊，它不是很好钻，好，所以大家要互相合作一下，啊。好，来，我一样来按照往例来问一下哦，看看各组好了没有？来，我们从第一组好了没？还没。第二组，第一组好了。好，第二组。好，第三组举起来我看一下。好，第四组。好，第四组还没。好，第五组。第五组还没。第七组。第七组还没。第八组还没。哇，他这个很困难哦。第九组好了。第十组。第十组还没。第十一组好了，第十二组，好，再给大家，可以了啊。好，来，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关卡的设计。哎，助教，你做好一点好不好？啊，真的是哈、哦，我忘了你要做的事情。好，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再下一页，再下一页，一直下一页，对，再下一页，再下一页，再下一页，把这个齿轮按完，对。把齿轮按完，好，再按。好，接下来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另外一个能源哦，是发电机哦。刚刚我们做过水力的发电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什么发电机呢？
小助教，太阳，小助教，你过来帮忙看呐、啊。太阳能啊！哇塞，你念哪一个国小的？星星国小小助教准备转学哦，怎么都这么厉害？这个些小学都教的这么多啊？我们家小朋友从小没有从一年级念到六年级念同一间学校过，你还没毕业，你才四年级，你可能要再转学了。我有四个小孩，前面三个小孩从来没有念头一间国小，念完毕业，然后甚至我的老大哈，那个还没有参加过毕业典礼，因为那一年我去美国，所以他先到小五就没有毕业典礼，所以我们一直现在因为最近又搬家，所以他可能要转学，他如果再转学，我们家四个小朋友从来没有同时念过一个国小。我要追读新华，对，追读新华，要不要转学啊？刚刚讲去新兴国小，好来。好，这个是我们的太阳能发电的整个的关卡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模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二三，一二三，好，大家要记得哦，记得我们在做激光环哦，不要一直忘掉喽。好，那整个的准备的零件的部分也是一样哈，在平安助教在讲解的时候呢，会慢慢的跟好大家来介绍，整个来串接好这个。好，我们等一下呢。好，我们等一下，主要呢就是要用这一颗马达哈，用这一颗马达先找出来。好，这一颗马达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我们发电机的这一个关卡。好，我们请丙丹助教来跟大家讲发电机的原理，还有它怎么制作。好，那一二三。好，我们要开始做我们的发电机。那我桌上的就是这个关卡所有的材料。那我们可以先把它拿出来，没有关系。我们先从这个叫做马达开始使用。马达这个是马达旋转的地方。我们接上一个黑色的一个十字轴，以后我们把这个串上去。位置哪里不重要，把它接上去就好。好，接上去。好，那接下来其实很简单。我们把这几个东西把它串起来，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一下，它后面有一个正跟一个负的符号，一个正跟一个负的符号。有的是正的，在它上面有写，在这根马达上面有写，正的地方。好，一二三。好，谢谢。好，我们接正的地方，我把它接上去。好，这个是一个开关，绿色的，一个绿色的，各位找得到啊、这个地方没有关系，我们把它接两端，你要另外一条把它接上去。好，这个地方就重要咯，这颗叫做LED 的指示灯，上面是蓝色的，然后红色的蓝色的。好，我刚刚现在手上拿的是一条红线，对不对？红线把它接到正的地方，黑色呢，把它接到负的地方，然后之后再把它接回来。好，那我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回路。那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转转看这个。对，我们转转看这个灯。帮忙拿灯，手拿灯。好，那我们转转看这个灯，你会发现这个灯会发亮。好，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今天转过来转，灯会不会亮？有没有？你们可以试试看，到底怎么转会把它发亮。
完了吗？好，来，第一组做好的举起来，我看一下。好，第二组，好，第三组，好，第四组，第五组，好，第七组，第八组，第九组，好，有一些问题。好，第十组还没有，十一组，好，十二组，好，很棒。好，来，接下来呢，我要开始问问题送礼物了。好，来，这一个刚刚老师讲是一个发电机，对不对？是一个发电机，转转转就会亮。哎，转错了，转要转转就会亮。好，那请问一下哦，请问一下哦，现在开始抢答喽。来，那个小助教，你在旁边看谁最早举手，那个答错的叫他缴十块钱。好，这样转转转就会亮呢，我们用哪一些方法可以让这一个转转转呢？好，来你。第一做的实验是什么？是那个什么？水力发电。哎呀，很棒！好，来，小助教送一个礼物过去。好，水力发电可以带动它转动，就可以发生电，对不对？好，放下来，我再叫。一二，看一下，放下还没有，才叫对不对？一二三，好好，你很快，来你。风力发电，对不对？这边装个风扇，在新竹这边很多的风力发电机，对不对？好，吹吹吹，来，小助教，哎，小助教，你刚刚讨论什么？二选一啊？哇，真的是小女生就很难搞，还有二选一的逻辑。来，来，再过去，好，那边，好，去。好，来，那我们从这一边好了，好，来放下来，来，一二三，哇，来，你最快。太阳能怎么让它转转转呢？来，太阳能怎样？没关系，你大声的说。哦，太阳能发电直接，哇塞，你又是哪个国小的？你们新竹国小怎么都那么强啊？我看我们小助教来，赶快问一下他去哪里办转学。好，来送礼物。好，来，还有没有？好，换这一，换中间这一两区好了。好，来，来，换下来。来，一二三，哇，来，你最快。水力发电，他刚刚讲的啊。人力。这个实在太厉害了，我不敢说不是。哦，人力发电 ，OK， 好，我来看到我手一直在转，是人力发电。好，来，我再问一下这一边好了，好，来，一二，来，翻下来，来，一二，你干嘛？你要打架干嘛？来，一二三，哇，果然你最快，来，你说，啊，什么？好，奇怪的，叫你了以后你都讲不出来了。好，来。好，来，重来，来，一，小助教不可以简单的，来，手放下来，一二三，哎，我老你来，火力发电，好，火力发电，火力怎么发电啊？用火来烧这一边吗？啊，火力怎么发电？火力，很热的，很快啊，啊？哦，火力遇到水就会发电的，火力遇到水就发电，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水蒸气不是问题啊，水蒸气呢，去推动它，对不对？水蒸气去推动它，好，来送礼物，好，好了，暂停了，好，暂停了，等一下还有嘛，等一下还有，对不对？好，好，我们第三个关卡人力发电也完成了，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来，小助教，小助教，来来，赶快切过来，我们到投影片。好，往下，按下，按下，按下，来往下，好，再往下。好，接下来呢？好。
好，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第四个关卡是太阳能发电。好，太阳能发电。好。这一个是太阳能车，好，太阳能车完整的一个呈现，好，完成的呈现。好，接下来呢，有东西呢，好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一个太阳能车哦，小型的太阳能车哦。好，来，我们注意，饼干助教这一边的示范。喂，好，很好，这个东西会稍微复杂一点，所以我们要分阶段的把它做出来。首先呢，我们要先找到一个没有太阳能的马达，这个先找什么？没有太阳能的马达，这个把它拿出来。对，没有太阳能板的马达，因为应该还剩下两颗马达，其中一颗是有太阳能板的，我们拿没有太阳能板的那一块，这颗马达拿出来以后，我们从这个地方找到两根白色比较短的，是白色的一个是这种，把它装到马达的两侧。赶快专注教啊！你要专注教，没有好好当，我不跟你玩。好，好了以后，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拿两个轮胎出来，分别装到刚刚的一个白色的十字轴上面，把它装上去。第一个部分，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完成，我们再进行后面的步骤。没有。那这是中央大学，他们有办这一个活动，对，其他是。我至少没有遇到过，因为这个都要国科会的计划来支持这个经费。对，那他每一次办这一些东西，他都要像这些公主风，都要那个公主费给他们。对，然后材料这一些部分，他没有计划的支持，没有人愿意做，不是不能愿意，没有办法做的，耗成本太高。所以要谢谢朱主任，他愿意去跟国科会争取这种。对啊，又很辛苦，礼拜六还要来上班。我再跟他讲，他说他礼拜天都要去开会。对啊。好了以后，我们要开始进行第二个区域的组装。第二个区域的组装，请各位拿出这些元件。首先是一个凹下去的一个三角形，凹下去的，还有一个凸出来的三角形。一个摆整齐啊，摆整齐。好，开一点。还有一个凸出来的一个，这个好了。好，那还有两个，这个对，在这一包里面可以找到两个这个属于自由舰的这个东西，还有这一箱里面还有两颗红色的齿轮，把它拿出来。好，拿出来以后，接下来一二三，看我这里咯。好。一二三，再来是一二三。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组装我们的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把这个放着一个桌面朝前，我们在上面装一个这个啊，装上去。你哪去收起来？好了，你说两段的，把它收起来的。这个头，我还没喝完就不剪了。这个头上面。不用拿这个，我们可以拿一个全部都是凹的，那这个全身就可以拿一个，好，拿一个全部都是凹的。上面的地方呢，我们
把它插上去。好，另外一个地方前面把它接上去。旁边有两个洞，我们把这个插上去。旁边两个洞上去。以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让这颗齿轮把它放到这个十字轴里面，它会自己的旋转，自由的旋转。然后另外一边也是。好，那这个东西它就完成，这个是第二个部分，你可以把它当成推，它基本上是会转的。那这个是目前先完成的这两个元件，那我们先暂时到这边，我们等一下再进行下一个，好不好？那还有哪一组还没完成的吗？好，我等一下问的时候呢，就把前后轮举起来给我看哦。好，第十二组。好，第十一组。好，第十组。第九组。第八组。第七组。第六组。第四组。第四组。第四组。第三组，第二组，哇，第二组真的好棒哦！好，第一组，好，全部都完成了。好，我们接下来要开始组装。好，下一步的时候，我们从材料箱里面拿出两个的电池盒。好，接下来我们把它，你会发现有个地方是凸的，另外一边是凹的，我们把它直接锯起来，这样子把它锯起来。好了以后，我们拿出两条线。两条线，一条红色，一条黑色的。我们按照正的地方接红线，负的地方接黑线，把它这样子接起来。没有错。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太阳能板呢，把它接上去。注意一下，看，注意一下这边一样，正的地方对正的，负的地方对负的，把它接起来。可以把它上去接起来，那这块这个组件就接上去完成了。我们先把这地方做起来。好，我们刚刚呢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呢，就是电池的什么连？串联 ，OK 好，把两个太阳能电池呢串联在一起。好，我想这个动作应该蛮简单的，注意哦，正负极不要接错了啊，正负极不要接错的，红的接正的，黑的接负的，好，然后太阳能板上面也有正负，正对正，负对负，好，把它接好。好，所以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动力的来源，就是太阳能电池，还有呢，我们的车子的前轮跟后轮都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做太阳能车咯，太阳能车就要开始发生咯。好，接下来我们请饼干助教继续教我们把太阳能车给组装起来。好，那下一步是我们拿出一个大的长方架，大的比较长的，我们装在第二个洞，我们拿出两个三角形的这个元件，三角形，三角形。好了以后，我们装在第二个洞跟倒数第三个洞，把它装起来。有这个，所以它会变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拿出一个 LED 灯 ，LED 灯我们装在另外一侧。好，把它装上去。好，那这个是车身的部分，我们先把车身做出来，这个很简单。哦，我们等一下下，我们就直接开始把每个区域把它组起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组装我们的整台车身喽，一二三。好，我们要开始组装。第一件事情，我们拿车身的部分、身体的部分跟这个齿轮的部分、马达的部分，我们这样子把它组起来。好，这样子，注意一下，请组那个最下面的洞，把它这样子组起来。好了以
以后我们把前面的装上去。这样子把它装上去。好，接下来前面跟后面都装好了嘛，我们把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把它架上去。下面。好，把它装上去。接下来有一条红线跟一条黑线，我们对于马达的这个地方，把它黑的先布，红的先正，把它接上去。好，那接下来因为这边的光线其实是比较暗的，所以我们稍微做调整一下，我们把这个地方打开来，我们把这两个先接上这个LED灯，看看这个太阳能板是不是有没有真的发挥它的一个效能。好，那因为这个地方光线可能不太够，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遮起来，我们看看里面的这个LED灯有没有亮。因为呢，太阳能车用的马达呢，它要比较大的电流才有办法呢推动。可是呢，因为我们今天在室内，那这个 T5 的灯管这个发出来的能量呢比较低的，所以它产生的电流呢就比较小，所以没有办法推动马达。那一般而言呢，这个太阳能板呢，你如果把它接在 LED 灯，因为 LED 灯需求的电流比较小，所以呢，它可以稍微的有一些亮度出现。那我刚刚看了一下，外面的阳光也不怎么大。我说，如果阳光够大的话，我们就出去外面来个太阳能车竞速赛。可是因为太阳不够大，所以我们只能在这边。那大家看一下，说太阳能发电，可以得到怎样的一个效果？哇，这时候手机的手电筒都很有用的都拿出来用的看看这手机的手电筒。其实，手机的这个电力因为它也是 LED 灯所以基本上它的电力没有太强，大家不要觉得它真的很强它的电力没有太强，所以不会有那个效果一般呢，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在参加这个激光环比赛的时候，大家会带那个探照灯用探照灯来照，哇，那个效果就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这一边只是教大家练习一下一个太阳能发电的原理，所以我们并没有用这样的灯没有。OK， 太阳能车都完成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第五个关卡的设计了下一个关卡。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做投石机做投石机一二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做激光环里面超强的武器，就是投石机。好，来，我们来下一个。小助教，好，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一个完整的投石机完整的投石机这一个投石机呢，等一下注意不要对着人头不要对着人头千万不要打到人那我们这边要用到的元件呢有一些部分我们等一下一一的来做介绍。好，我们请秉安助教继续来介绍我们的投石机。对，好，那投石机的部分会用到一些比较多的材料。再看一下投影片喽。首先呢，它会用到三块底盘。好，一二三。有点小声，一二三。好，很好，我们要进行下一步骤。我们拿出三块底盘出来。那第二个，我们拿出四个的这个半圆形。好，半圆形的地方把它拿出来。下一步，我们拿出这个其中一块底盘。
我们在这个底板的下面的四个洞里面任选一个把它插上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插反过来，这样子把它插上去，这样子。以后接下来我们拿出两个的连接件把它装上去，先把上层去把它完，这两个把它装上去，再进行下一步骤。我们已经做到第五个关卡了，其实大家的手脚应该比较快哦，要快一点跟上彼岸助教的这一个脚步，因为这个投石机呢要用到许多个元件的组合，这个关卡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小朋友特别注意，彼岸助教在这边跟大家做的一个示范，所以看到了就赶快做好哦，好，那下一步的时候我们要把请各位拿出一个大的长方架跟长方架，比较小，我们直接把它这样子叠在一起，变成一个很长的一个长方架。好，我们在尾端的地方呢，对，我们在尾端的地方，我们用这个把它接起来，方向随便，就是当做一个可以放物品的一个位置，把它这样子接起来。好了以后，我们在这边下面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连接的地方，连接的地方我们装上一个这个圆弧形的，把它装上去。好，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先把它完成，变成一个这样子的结构。
药哪来了？等一下，那个我们十二个小投资机来跟这个大投资机来做决赛，我们来给他 PK 看看谁比较强。好，我们要开始把全部组合起来咯，所以请各位看一下各周边的投影片的部分。好，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底板，看一下底板，我们把这个东西装在底板的最外侧，把它装上去，把它装上去。好，这个东西我们装低的洞，把它用力的装上去。好，接下来这边我们有，把它装上去就好了。好，那我们再把它挂上去，这个地方就完成了。会比较，这样子就装上去。所以当我们压这边的时候，那个地方你放东西，它都会丢出去了。那这个就是完成我们的一个设计的部分。Okay, 那现在先把它组合起来。组装好了没？组装好以后呢，可以拿那个蓝色的小手球出来测试看看。已经完成，没关系，那一个位置的调整呢，你们可以等一下来试哈，可以等一下来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我们最后一个关卡，最后一个关卡就是我们的轨道啊，我们的轨道车啊。好，那接下来呢，要做我们的。一二三，好，我们今天呢做我们最后一个这个关卡是轨道车，这个轨道的一个组合哈。好，这是我们的成品啊，这是我们一个成品啊。等一下会看到呢，在上方呢啊有一个比较高的轨道呢，要往下方的轨道呢来做球的运动。那这边可以看到呢，这是标准的我们科学原理，是位能转换成动能啊，位能转换成动能。那几乎呢，我们最后这几个元件呢都要用上去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我们滚球轨道的一个设计。好，我们请饼干助教呢来开始好讲解设计制作。好，那接下来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是轨道，我们先来讲一下轨道。一二三，再一次一二三，好，没有声音可以吗？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做我们的轨道。首先我们先拿一个橘色的跟一个绿色的，周围的应该有两个。好，那首先我们把绿色的一个接在一边，另外一个接在中间，把它接上去。这个东西我们叫做支架，做完以后我们摆到旁边。这个叫支架。好，那。
下一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这个是一个六边形，六边是凸的，对。好，我们把这个地方接上去，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轨道。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地方装上去。保持一个的设计，就是一个橘色接一个黄色的，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把它连起来。举个例子来讲，我随便组装的，一个橘色接一个黄色，这样子把它接起来。好，那接完以后，它会形成一个轨道，这样子下来。我们拿一颗虫装上去看看，看它会不会按照我们想要的去把它滚起来。好，那这个就是代表没有成功。好，我们去设计一个轨道，让球从一开始放的时候，它能够走到终点。至于设计怎么设计，就请自己想啦。好，刚刚老师已经讲了哈，轨道滚球的设计主要就是什么原理？来，我看看谁举手，我要送礼物喽！来，一二三，好，来，来，好，未能转动能，很棒，好，来送个礼物。好，所以我们用这个未能转动能呢，大家可以各自来设计你的轨道的形状。那你要特别注意哦，当你的轨道呢没有设计的很好的时候呢，那个球呢就不会在轨道里面，它就会跑出去，它就会跑出去。所以在整个设计上面呢，要注意轨道的一个设计。好，来注意，一二三，一二三。好，我们今天总共设计了几个关卡？六个关卡。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助教这边呢示范关卡跟关卡怎么结合在一起。好，关卡跟关卡怎么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就把我们刚刚的水压马达，我们的水压马达，再跟我们的人力发电机，人力发电机把它结合在一起。那结合的部分呢，各位有发现你们里面有一个链条吗？有一个链条组，这个链条组怎么样？请你把链条组找出来。好，把链条呢一个一个接起来，这个链条非常的方便，这个是有专利的，这个链条一个一个把它串在一起，一个一个串在一起。链条，有人组链条好不好？有人帮忙组链条，我们这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团队，有人帮忙组链条，有人呢就帮忙把两个机关能够连接在一起，把它连接在一起。那我们连接的方式呢，就是把两个底板，把两个底板能够连接在一起。那连接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大的，或者小的都没关系。长方形的积木，它的这个是那个凸起来的部分呢，在底下，你可以把两个呢给固定好，把两个机关呢它的底板给固定好，固定好之后呢，我们可以做这个链条的一个，跟齿轮之间的一个连接，链条跟齿轮之间的一个连接。这边注意一下喽，我要开始做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一二三。
到底讲一二三。一二三。来，去来，来去送，来去送礼。好，拿过去。好，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先把便条穿上去，或者把它打开，变成一条，长条的。这样子好了，这样子大家看得下去。好，第二个步骤，我们把它这样子挂在这个上面，把它挂在这个上面。好，那我们去评估，我们去评估一下它的长度要多少。像是这样子，那这个就多了一点，我们把多的去掉，多的去掉。然后我们把它接在一起。好。好，那接下去以后我们把它组合起来，那它就把它构成一个这样子链条了。我们这个时候稍微转动一边，有没有另外一边就不会转动。好，那我们先把这个链条组合起来。用链条把动力呢做传输，用链条把动力做传输。那这时候呢，大家可以试看看哈，把这一个水压发电机呢，把它充满水哈。小助教，小助教，我们就请小助教来完成这个动作。明显的看到小助教中午吃的已经消化光了，现在呢已经没什么力气再压了。好，我们帮他加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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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果然肾上腺素有增加。好 ，OK， 好了，只打空气进去了，可以了。好，来，这时候呢？好，那各位看一下同个那个前面咯，那我们现在下步要把这个开关压上去，然后这个灯怎么看看它会把它亮出来。没关系，直接压。太硬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进行今天的奖品大放送。哎，大家都没兴趣，那副主任我们全部收了，大家都没兴趣啊。为什么讲奖品大放送，大家都没反应呢？太专注了哦，原来太专注在做了啦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节目是。好，有人讲奖品大放送，我有听到了哈。好，现在呢，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刚刚大家都分好组了，对不对？我们总共有11组，我们总共有11组。等一下呢，12组，好，12组加我这一组哈。我们接下来呢，要把刚刚的关卡呢。还有剩的材料呢，我们还有一些剩余的材料呢，我们要开始把所有的关卡设计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什么关卡，
不是啦，大的什么？不是，大的什么？不是啦，大的系统。我们刚刚不是讲系统很重要？好，我们现在是4:20，对不对？我们现在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到4:50，4:50哦。请你发挥你的创意，为你的系统定一个主题，自己定主题哦。我等一下呢，要请大家呢来介绍这个主题，好，介绍这个主题，让我看看你这个主题呢设计的好不好。我们先把今天的奖品啊，请朱主任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奖品价值500元。因为朱主任说今天是期末大放送压轴的，所以奖品送的特别好。好，所以等一下呢，得到第一名的那一组呢才有奖品哦。好，所以现在呢，请大家呢把刚刚的关卡呢，你如果觉得原件还不够的话，好，我们等一下那个请大助教们把原件放在两边，好不好？啊，让大家可以来取用。好，让大家来设计一个主题。等一下呢，我过去看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你的主题是什么，关卡呢设计的在一起是不是连接成一个很大的系统，有没有问题？好，我看问题好像不是很多哈，就大家都很专注的在做了。好，那我们计时30分钟要开始了。30秒，我们会从第一组开始评分，然后呢，第五组、第六组合并叫做一组 ，OK， 就是五六组合起来是一组，所以我们总共就是刚刚陈老师说有11组。好，我讲完这段话剩10秒钟，十二组是小助教有一组，所以待会评分的时候呢，各位朋友可以看一下荧幕哦。荧幕就会直接切到那一组的作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一组的作品。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就从呢我们第一组开始，我来看一看，好，来看一看第一组，哇，这第一组是老刘锅车。碰到这一个，没有，就我们这是蓝色星球，是不是？哇，所以第一关卡到第二关卡，好，第二关卡那边因为电条还没做好，好，所以车子没办法动，不然的话车子就要碰到这个蓝色的电条，对不对？蓝色的项链，哇，好，来，我们给第一组鼓鼓掌，好。来，下一看第二组。好。好。后面一点，好，来，重来一下。
哇，这个设计有点这个困难。好，很棒，好，我们也给第二组鼓鼓掌，掌声太小了啦，好，哎，很好。好，现在呢，第三组，来，第三组，第三组谁要讲一讲？老师，我们第四组完了，做好位置，给我们做。你们赶快做哈，来，来，第三组来，谁来讲？都不要讲啊！啊，那这一组就直接跳过去了。啊，不要要人讲啊，来。叫个名字，叫莲花团。来，我们走啊。讲话，旁边看。好，叫莲花团。哎，这边启动之后会带动这一个，那这个再带动之后往下拉。可以吗？来动看看。谢谢第三组，来，掌声鼓励鼓励。好，来第四组。不行，我们轮到你的啊。来，没关系，做多少算多少，来讲一下。来来，你要解释一下，来，哥哥解释。啊，你跟哥哥解释。没关系，你可以先讲啊，你先讲，来，这个带动这个，然后。这个是打气，然后这个这边齿轮就带动这边，然后点的就会转，然后点的就带动，然后再出另外一个插入，就转到螺丝起子。螺丝起子在哪里？螺丝起子。螺丝起子还没完成。哦，螺丝起子还没完成哈。OK， 好，来，我们谢谢第四组。好，鼓掌鼓掌。哎哎，后面那些组的，你们不要因为有多时间拼命做哦，要给前面鼓掌一下。来，给第四组鼓掌鼓掌。好，来，现在是第五、第六组。来，谁来讲解？好，讲讲讲。哦，没关系啊，你讲解，我加你三分。我们谁来讲？哦。制造陶瓷机。哇，好厉害哦！做几瓶针，说千辛万苦，随意发电之千辛万苦都是自己。随意发电之千辛万苦。老师，相信你千辛万苦，要讲这么多句。OK， 好，来秀看看。你讲到了。卡住了。好，来，你千辛万苦的把它给投出去，手动投出去。哇，拿到我的扣两分。好，我们给第五、第六组鼓掌鼓掌。好，接下来第七组。
太好倒了，对不对？从头到尾成功的，好，给立新组鼓掌一下。好，来看第八组，好，第八组。
奖品只有一组，那我就要宣布一下，获得今天机关环竞赛冠军的队伍是三点钟方向的第二组。他们做早上早起的闹钟啊，这个创意非常的好。好，我们派一个代表过来领奖。代表全部都冲过来了，来来来，一起来，好，镜头在这哦，好，来镜头在，一人拿一个，来来到这边，来，你太小了，你太小了，来过来，看看来，好。好，我忍不住呢，还是要给一个特别奖。我要给的特别奖的是第七组，因为他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虽然只有三个关卡，他们没有手动，完全自动的完成。好。来，我们剩这个这一个来给第七组，来一个，来，真的是，你个奖很厚实嘞。好，我还有一个特别奖哦。那个主任已经在流汗了，想说没有准备那么多奖，还有一次。好，我这边还有两个，本来是。我没有要送手机啦，你不要买手机。我剩两个小奖，我要给第十一组的，你看十一组小朋友已经举手了，来两个小奖品，好来，好来，来过来，好来照个相，来过来，来你看，来过来。谢谢，
想今天呢，非常谢谢大家在这一边玩科学，玩得很开心哈。那本身呢，这一个激光丸的活动哈，我在这边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是我们目前在一开始的时候哈，会在三四五月的时候办理这一个各区的竞赛。那我们各区的竞赛大概就已经有200多队的队伍哈。那在七月的时候会举行全国赛，八月的时候会有世界赛。那今年呢，大概已经来不及了哈。可是明年呢，啊，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参与这一个比赛。啊，这一个比赛呢，刚刚从大家的这一个玩科学里面会发现，真的可以学到相当多的东西，而且呢，可以促进亲子的感情。我不晓得是促进感情还是分裂感情，我刚刚有一些爸爸跟小孩在吵架哈。可是我想吵架也是一种沟通的艺术哈。希望透过啊这样一个玩激光丸、玩科学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让大家在学习上面会有更好的果效。好，以上谢谢大家。好，那今天是最后一场，这已经惨叹，我们从2点一路上到3小时过去，一点感觉都没有哈。我最近学到一句话，分享给大家。1、2、3，你看刚刚那个帮大家帮我挑那个最快的。好，我分享给大家的是，当你在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你的时间感会消失。你会奇怪哦，3小时过去了，我怎么都没有发现。好了，我们今天充分体会这个感觉，所以呢，我们要谢谢谁呀？要谢谢老师，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颁发感谢状给我们陈老师，来，请。活动，我们还要谢谢志高愿意提供我们这些器材，虽然不能让大家带回去，可是这些器材本身真的很贵，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感谢状，要谢谢我们志高。我们请志高今天的代表聂友来领奖，谢谢。好一点，很少人去看，太厉害，我已经觉得你今天。